下面我们对顾客演示操作进行讲解。首先，我们先点击体验模式，然后点击开始。我们以腹部为例，然后单焦点为例，然后以引导模式为例，点击开始。我们先标定好6个点，点击标定。好，发现视觉后，我们点击第二步，划定范围，用手指在上面划定好范围，然后这时候我们放好尺子带，然后将尺子带放在顾客身上的主器位置，然后点击第三步。然后取走十字带，然后点击第四步生成治疗点。根据也是根据不同的需要，对密度进行选择。我们还是以80%为例，点击确定。现在发现我们已经，然后我们首先将顾客身上需要操作部位涂上凝胶，然后我们先进行对我们那个规定模式、规定引导模式进行操作，识别之后按下按钮。我们发现已经操作到，然后下一个点，好，下一个，然后我们这有跳过按钮。我们可以在操作过程中根据客人的需求，询问客人状况，然后对能量进行调节。当然，我们建议不要一次添加或者添加太多，因为会有明显很，我们的感觉会有很明显。然后我们也有自由模式，我们在操作过程中可以随意的切换自由模式和我们规定的模式，这样可以对一些不好操作位置进行操作。当然，因为自由模式，它会识别到这个区域的几个点，我们还是建议推荐用我们规定的模式，因为这样比较科学，不会对某个部位打点太多，而对顾客造成灼伤。然后，当操作完成，我们就会点击右下角的叉，然后操作结束，然后进行关机，点击右上角菜单栏，点击第三个关机。然后等待关机结束，然后点击我们的关机按钮。还有我们后面那个开关按钮，然后取出 U 盘，放入我们的盒子内。